那这他妈的，他们的宝宝名字是什么鬼呀、什么鸡巴就两啊？C C 颗幺幺鸡，八花操他红妈，C C 幺幺八八冰，C C 幺幺八八美初心，他妈的怎么全是他妈的，一人一个名字的。项链是有点酷的啊，你们别说，这个项链啊，妈的，俺是中国人，想法打造，他妈的名字起得好，是很容易出这种神器的。那个不知道那个什么真的来行，鱼来也来了啥的，那是大唐。普陀被点了。感谢这些兄弟的最近啊，非常感谢啊。我手拉城堡，三号房，今天三号房还可以啊，有高毒的。他们荣更新的宝宝们不能展示，随便看一下。法宝，你妈逼他们法宝是这个的啊！他们家这法宝了，看到没有？看见没？烽火狼烟，我操你妈的，太鸡巴酷了！我是你妈逼狼骑，我操！烽火狼烟真的强。保镖，这狗哥，你先放下大唐扇子。狗哥，你爸爸给大唐卡个大金，给大唐是吧？嗯，不是钱小伟吗？好了，听一下吧。小飞，你的龙宫怎么带烽火狼烟打 PK 的？你带的是烽火吗？我不是带的那个。带凤凰烟，我操！他妈的，你有点酷啊，小飞！你带那个血炮，带血炮，我可能按错了。哎，你说你多少法伤？师徒？什么东西？你说你多少法伤？有1726吗？没有，应该没有。大唐呢？法伤、啊？精神力多少？法伤、啊？应该是没有的，那天了。1600。好吧，行，那我带血炮，带血炮吧，应该这个节奏打得很快的。OK， 法伤1781。你有1700啊？那不行。1781是吧？对，是黄。那我不能带，那我带那个东西。法宝，法宝，法宝，那我带法宝。我很卡吗？哇，他出了几个力梯啊！现在你也是石头吧？木匠哥，你先把他压破了吧。对啊，不砍啊！小飞，你要开吗？不用开，我一回合的。我哪卡了？我操！很卡吗？不卡。卡死啊，不卡。你要一束给你，我不要了。有人说卡。你们刷新一下吧，刷新一下就不卡了。好吧，刷新一下就不卡了。行啊，可能刷不刷新的问题。有人说卡，有人说不卡啊。但我现在没办法调，我你看我的设置也没有动过，我每天开直播就是这么开的。设置也没有动过。这样。对吧？我没动过设置。他们屁股的宝宝宝必须得神，不神的话我们就没有，我的弗朗朗就废掉了。三宫啊，血宠比较重要。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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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卡，那怎么说，兄弟，我没办法。木匠哥，你 P 五了吗？木匠哥 ，P 了 ，P 了。我跟我。卡的话，兄弟们自己刷新一下啊。对面秦小伟说，不管他什么伟，不重要。笑不多得笑。嗯，就是像他两个单位，一个都在光辉，一个都在主刀。哇，飞机过去肯定够了。这个伤害有点勇猛啊，木匠哥的伤害。他女儿好像还挺耐的。有点勇猛，我操！我飞那么多，我操！
犬式经脉，真的强。我知道。你下吧，狗哥，你把大狼龙吞了，大狼把他扫了。破过了吗？普陀有纸人，直接扫。妈的，这么高的吗？现在紫禁城打别人。下地府，你给他个翻天。打华山都，打华山都这么打的吗？我操！妈的，直接不跟你嘻嘻哈哈了，我操！真的，神龙摆尾，真的强。龙摆尾，走你！波澜不惊，爆发性。三天没中，我操！有纸人就是干，你妈逼的，自我能撑死吗？不重要，可以。多少不行，兄弟可以的。龙腾腾到这龙了，操你妈！凉凉，你普通能笑吗？可以。凉凉月色为你思念着我，确实卡是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兄弟啊。差不多，不到两把，他加了两个光辉了，我也比较无奈。不用管他，光辉他地府放了加条光辉，他给大人加过了。老陈，我把我干嘛了？点个血。普陀下把愤怒普陀。笑了，不能笑了。你下把踩个塔。他人不拉了，那就不用管了。他是还没放下，我们大他放了吗？好像没有吧。两把屠刀，两把屠吧。出了吗？两把屠，两把屠。手机看比较卡，对吧？哎，我问一下你们啊，就是。说我卡的是手机看的吗？他没血手是吧？你就要把他法器扫了。我没破过法器啊，破过封神。电脑看的有卡的吗？你们等一会儿，手机先别管啊。电脑看的有卡的吗？把他法器扫了吧，多哥你取秒就好了，青春云姐。哦，他这把应该挺大，他吧？不卡是吧？不卡就行啊。如果说有人卡的话，哟，你妈逼段开门怎么说？我操，怎么说？干嘛呢？卡经费呢？五号怎么变成这个卡呀、啊？你靠垃圾！你少费点，你喷他。还有五号没有没有，他没那么多血了，没那么多血了。能、no, 这两个，嗯。谁开的女儿？我开的点哥。我看看打我看打哪？昨天我们他妈的，我他妈播着播着掉线了，你知道吧？你在两边，我在我老婆家啊。嗯。点哥，你一跑，他对面就死光了，真的。你这前面对面死光了。打。啊，你上来先下去。我要去打职业了，你知道吗？什么职业 ？KPL 啊。啊，有个队对我发出邀，已经发出邀请函了，让我去打。普通能水，普通能水，真的。点几秒啊？水龙宫，给一下秒。咱们先让我上号。我来水，给一下秒。我来笑。点几秒啊？他刚才说话我没听到。一。哦。哎，我忘了，他妈，我应该选石头的，操他妈傻逼了，我。多打一会儿不敢碰石头。怎么说？哎呀。他要金青点人吗？不敢了，他怎么点都没血统。点我、啊。他要干你了，小飞，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得干你。嗯，没中，还没了。他凉凉。有点那个。
还要普陀，普陀人顶。我操，这兵太大了吧？没有办法，真的。真地枪，我想怎么飞那么多啊？啊，全速中间就全速中间就是舒服啊，打完山很舒服。兄弟们，我他妈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别这样行不行？兄弟们啊，这么大的人自己处理处理，是不是？现在你马比我快吧，兄弟，我也不知道啊。没那个了，你直接抓我爸爸拉就行，我爸爸拉。狗哥，你出个死亡法防吗？让我出个死亡法防，我他妈知道哪只是死亡法防。我没有死好，我拉着杨木。然后我接着破了，我破龙过了，宝给你捡。可以，阿杰，你宝宝给女儿顶个大金吧。那你马干嘛了？我马自己顶个大金，我下把可以。行，可以。我挑丽萍，你不一定。他丽萍刚才批我一千多点血。三个龙宫卷了是吧？两个，我这普陀这么高呢？普陀直接破掉，你们比普陀直接技能拉了，我这。哎，他普陀干嘛了？我这个宝宝，你普通能下吧？巨鸡巴快，看到没有？你绝对够了，你龙宫跟那个石头的分身多。来，听得到吗？够，听得到。你阿杰，你把他那个地府下了，我下他普通，你们继续二号飞秒吧。二狗，你有毛病吧？你他妈换我鼠标位置干嘛？傻逼吧你？我他妈没换你鼠标位置。放屁！操你妈逼！我的鼠标你是不是拔下来过？啊！哇，凉凉，有点凶。我保1450啊！嗯，加高明，快点拉大盘。嗯。怎么说，阿芝？我这耳机是湿的，你知道吗？二狗，我刚把你用过我的鼠标键盘全都擦了一遍，现在耳机都是湿的。耳机我没用过。你没戴过耳机吗？我从来不戴你耳机。行。你直播间在哪儿呢？我哥，你拉大盘，我的点单，先生你这一点。哦，你把马死了，你出个闯吧。要不我宝宝给女儿顶一个怎么样？别拉他了，罗宝宝拉，这样就别拉了，对吧？我金星，你普陀技能拉一下他，怎么样？然后你宝宝再拉一下他。你现在你得最初，罗宝宝拉了，你最初选手金山，我出绝种的，走，你宝宝拉，小飞，妈，只要你马不死，我跟你说，不然他自拔到大堂又得死。小飞，你开的哪个号啊？我开的女啊，顶哥，你也可以上，我上普陀。行，一会儿打完这场，对吧？我金星稳如马，这你不能笑我啊！笑我你就亏屏，亏屏我要喷他。一定不会，那下你我试试。你看这把很稳，有个灯，那没有灯的，你们普陀不行啊，普陀有问题，你们普陀不爱带灯。你破了我宝宝，正你小逼崽子，可以，你妈逼低反正我是。去你妈的！老子个低反正我操，什么情况？黑我们硬件是吧？有法防的，有法防的。不是你真的你觉得我们龙哥宝宝不行是吧？行。我给大堂顶个大金，怎么说？干大堂吧。去敲了，谁把我开？没事。你狗哥要走这么快，那你那个普陀，你直接给大堂顶个大金好了，把大堂扫了吧，我今天。哦，我要把拉对不对？你把拉对，你自己点灯就行了，我自己顶大金不就行了吗？你怕你把比狗哥的快，你知道吗？你是把你抓。没，我就一千一。那行，普陀点灯。我已经给顶大了，怕那个。顶大是对的，这个品质是180的，是扫不出去的，一个大金是绝对扫不出去的，100%扫不出去。普陀人比顶得多的嘛，够的，普陀能顶3000多。他找我了，这条狗。
你带的不少，他不行是吧？没有办法。你是吧？几个都是不够了，现在。他扫我了，小屁崽子扫我，怎么说？那你是扫不过去了。怎么说？太冲动啊，小屁崽子扫我。这木匠哥在想吧？他怎么那么老爱残疾啊？搞什么啊？给我于某人一个面子，让我秒一把。走你！我的秒绝对没出神啊！去你妈！二位怎么秒这么少啊？没有灵动啊！我日！你妈你们当场死了，灵都不给我刷，很难受。灯都点不上。你们当场灯都点不上，你们知道吗？老干我！我给他们吃伤药啊！嗯。那我自己吃大金。那谁给我吃大金啊？恩普都给我吃吧。我那个女妖宝宝吃。那女妖宝宝吃吧。欺负我于某人，他妈不给我刷灵动。他知道为什么骗我？他又干过来了。怎么说又干我是吧？干大堂了，一个长区。那干不死的，这长区就干不死的。那他肯定扫不出去啊！他这种啦，顶个要扫不出去的。他顶个三，三个值。我可以扫，我下把可以扫直接。我是说他扫不出去，兄弟。那没有威力，这个龙宫啊，看着很猛，他没有威力，我日，搞什么？先刷灵动吧。给我刷灵动啊，哥！他妈没有灵动，怎么玩？第三，把女儿找了。怎么说？我跟龙不龙腾？龙吧，龙吧，龙吧。确定了？那龙腾啊？嗯，龙腾，龙腾。去你大爷！啥玩意？他们对我有意见，不给我刷灵动。给你刷了，哥哥。可以。这灵动肯定只能刷的。这把我跟你说，我听到他大堂死了。我这把有点猛的，说实话。我也看到了，应该是死了，成了个六千。他妈的，他们龙宫2800房的，当然他们当然秒不动了，我操。没有办法，真的，这个龙宫。他不是全民，我跟你说那没有用的，我龙腾他了，他扛不住。你有本事顶血，别扫我啊，哥，别扫我啊，哥。哥，只要不扫我都好说，好吧？就你大爷，敲了吧，可以。有龙腾就是不是有灵动就是不一样，真的强，当了防御了。他大了下把药干人了。扫的他是直还是死的？没有，我们大堂扫过了，兄弟，怎么扫？你教我，点四啊，飞秒吧。你普通波兰斯托啊，我水晶大堂就行了。把斯托卡满吧，我再吃个小帅。那狗哥给他顶一个。你没顶吗？我靠，你把防啥，兄弟？哎，你没顶啊？我没顶啊。哦，我也没顶。他会很傻的，他只会干大堂。你确定吗？他只会干大堂，我跟你赌。赌命吗？那无文石头就应该没点石头。他点了我。点龙宫。我有石头摆尾，没事，我他妈2800，他迟到只有1000，啊不，迟到只有200，我怎么这么高的？这狗他妈的伤害很高，贴一下，贴一下。对，这个抗性还可以吧？可以，这个抗性真的很。我操！我这把龙君女就叫他亲命，一个都没飞，操你爹！哦，保护一下，保护一下！哇，700血，真的很，还好我自己吃个小四海。很极限，很极限，真的极限，真的极限，这个小四海 moment 守一下。他死了，连一下。我换死他。不连的，搞什么？大胆有破血吗？没有。七个塔，他这个女儿法防也挺高的，我这个是全魔的虚拟。嗯，他女儿怎么说？他下把就起不来了，他还飘我，是个傻逼。
怎么能够啊？大金都扔兵两千枪了，这个药不行。没事，我有三个大金，够了。我还有四个大金。女儿不用看啊。嗯，我下把再喝个酒了。现在有破血吗？我把他大堂破了。算了，你还是傻吧。妈的，他有个那个。我操，有绿皮。还有个龙。六个。我操，这么高。你要扫吗？扫就我就水星。嗯，直接把他俩扫了吧，不管他了，不要让他出手。那我血了。嗯。现在你把他贴一下，我爸爸。做你。他这里面够了，哇，他很舒服，他这个双灯，他地府应该只敢多的，对不起星星，你好，你不扫我就笑他了，对他地府好吧，星星五哥这么厉害吗？龙哥你坏，妈的得了破血好了，木匠哥你的是顺势吗？顺势OK， 普通还是没破甲了？后面两个，两个。你看飞秒吧，小木飞。别给我加血，我来个高端的，好吧？上行他一把，好吧？没必要吧，木匠哥，你直接飞好了。试一下呀。不要不要不要，木匠哥你得飞过来。我还可以加变身。有几率的木匠哥，他那个不，你们顶了吗？那你们顶了吗？没顶，不顶要。嗯，不顶是吧？行。这么刚的吗，木匠哥？对，你看，我给你玩一个那个。研究新套路成功了。木匠哥，你木匠哥，你这打 PK 你不算别人搞你的血量的，你这有点算木匠哥。没事，我刚才刷了个牛桶，那不行的。啪！对，拿拉起来，出了一个虚名。应该不敢吧？他不是木匠哥，你这血量好像是必死了，木匠哥。我操，爆了！你这不爆也死了，不爆你上边有青霜加毒，扣六扣七百血。你让我解吧，我他妈我宝宝飞了，解不了。我本身是把龙光上住了，他就没有那个了。嗯。木匠哥，死人不掉变身的，没事。现在你破血打他，那我继续向他了啊。木匠哥，你怎么向？那个你是算虚名，你普通宝宝拉吧，你自己宝宝解好了。我自己宝宝解是吧？嗯。先给他们吃一把龙卷雨姬。我只有两个大金啊。我都出血手了。先给女儿顶一个，稳一稳。可以，这个双灯有点水平。先把我金清，不够了。凉凉，真的凉凉。哎，哥，怎么输哥？还要给你顶了一个兄弟。哇，你把我都不分。他点四刀三区的，他是点四刀三区的。我金清。可以。好多力劈啊！也对就有，是，很关键。哎，嗯，屁股飞，有高兴你屁股飞，嗯，没必要。没事，下把我女儿来金签，你当出手木匠哥，你可以那个，你可以把龙宫下了，你血量是应该是可以的吧？他大狼，不然大狼可能会干你。点个灯还能不够，我金签的话有两千多血的，上不了。木匠哥能像，木匠哥能像，他有死亡宠，能像，他死亡宠一定打你。水星你就行了，木匠哥宝宝水星你就行了，普罗点个灯。
他百分之百打你，那个龙龟百分之一万打你。我得去领大金，我给大金。我现在是把会点大他，他当然死了。嗯，他点大他了。你们搞什么？我怎么只有四百血？他有毒，木剑哥那个女儿的毒。你补了下来，把石头自在了。叮，咋没点了？叮，叮个啷个叮。嗯，加了两回变身，很酷，对不对？很酷了。小飞，我这属性是我读完那套吗？不是，不是。我就抓那个太快了，林哥。那我就不上了，那你就打吧。这个看着太慢了，我操。叮。我再起个子了。你出宠不带哥出宠就行，他都带你了，你出宠。叮。叮。周正啊，他来不来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天打电话给我，他要干我，真的，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在上海是吧，可能紫禁城的大堂要姓余了，真的，我要干他了。他说要跟我切磋一下牌技，真的很有可能到时候我要跟木匠哥并肩作战了。你要做我老板了是吧？真的，我跟你说以后叫我余正。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强。我到30了，我飞了，飞飞飞飞，就点他5号、3号飞秒吧，3号。真的强，余震真的厉害。真的强。普罗能下来吗？下吧，下吧，直接拽我啊！可以，拉拉他，妈逼的！哎，我龙龟，妈怪不你快，1200加高敏应该够的，你没马。谁的宝宝怎么还能读到？大唐，哎，你出了什么手？大唐 ，DP。妈，他宝宝是挺爱神的。走你！这法器差不多了，这法器黄天肯定够了。法器肯定够，你可以下吗？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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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被他笑空了是够的。那法器是一定够，已经放了，地步也差不多。怎么说？还有带回村吗？我有。你宝宝给大人吃够回村，我先把宝宝吃大街，你拉。我哥，你可以金下吧，这把我金个积极，我要出龙战于野了，我操！可以，我他妈的，我去他妈的！这把发大了，这把站不住，站得住，他没双宠，稳。没起来，斧头被封了。斧头被封。被封。没事，我们有个血统可以捡。我的宝宝比你快，稳如马。我看你，算了，我把金放了吧。这把得半金，他一定有可能会点你了。60个紫水晶卡红，兄弟，我金金。金开普陀。那你金星是吧？对的，木匠哥，
怎么说你别飞了吧，要不你立个盾，我们一起干他。行，再把这三个输出。对，我们一起干他，对不对？稳一稳，不要太冲动。我这把金星真的强，他这把应该是铁点的，他不可能笑我吧？他神经起来就靠拢点你了。无魂是不是点我？什么点他？点我对不对？是点我。噔！哇，这个普陀，妈的没有灵性，来扫我！这把我的金星真的强，这你扫死我吗？我有一万血，你有种帮我，哥哥！我操！去你妈逼的！这都行，去你妈逼！有点假。这他妈的，这狗我是把我扫死了！杀杀杀杀！我不是凉凉。我上塔了。谁还有回春吗？有回春就给他顶，我就上塔了。没有，我自己收，我自己收。上塔，这把他肯定送我。普陀给我顶个大金，我给你顶大好了。我去了一个龙战，金青被他干了，去他妈！其实显然为什么不会填啊？普陀都满血。表面兄弟。真的，表面兄弟。真的，表面兄弟。凯林子，你变了这个卡还想抢大唐速度？我可以看普陀，你直接把女儿扫了吧？我觉得这么猛的吗？过江跟顺势吧，有干劲，我觉得差不多，把他女儿扫了吧，不然下把不太好了，真的。普陀能水清吗？这么厉害吗？普陀水大堂吗？你水大堂把过江跟顺势吗？我觉得差不多。这么强的吗？这么厉害吗？小飞，那我不看了啊。什么？你打 PK， 你打 PK 酷是有点酷的啊，我觉得。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真的酷。他刚过来了，我操他妈的！可以，小飞，把地方封住了，牛逼！他干你了。好，妈。哎，其实无所谓的，你死就死了呗。那死不了了吧？大家不上新地方解决。还有个顺势呢。有点丧心病狂的，这我只有一首歌送给你，小飞。再把我们能拿龙宫卷他，龙神就没事。神，哎，这人缘好垃圾，不会绿的，很垃圾。我来拉吧。我开普陀，普陀拉我。可不要打我宝宝。可以。给我倒，他这样他得要那个，我们还得守他尸体呢。我开普陀，普陀拉我。我拉女儿。嗯，不要，你先拉我啊，兄弟。我知道，不是他宝宝拉我，他宝宝拉我，宝宝拉女儿。对，走你。是吧？这把飞表很舒服，没有障碍。真的舒服。那行，灯都断了，灵动也没有。没事了，你这把拉带灯，下把带顶个双灯，很舒服的。你包有灯的吧？可以。他没了。下把再给我，你要来个双灯。我这把龙卷雨姬，我操！我这把龙卷雨姬真的强，我操，一个没包，垃圾，号有问题，这号不行。他先送死。
他得一拉一点。哎，对了，别打我宝宝。嗯，走一下木剑哥，这正好，好像刚刚好。我操他妈，我点到风了，有点尴尬这个。把大狼杀了，把大狼杀。虎哥，你有大技吗？我有最后一个。顶吧，给大狼顶吧。那普罗给我挂个灯好了。那我只能给他吃龙卷雨姬了。那我不是跳了，兄弟。跳吧，没事，你跳吧。跳吧。那我不是铁跳。没事，我封了上。妈逼，你跳了。那我包跳的啦，他妈老子就1000血，一百血，我操！那我不是包跳。他地府进的吗？那地府包进的呀。他大狼长狙你了，大狼长狙你了。不可能的呀，他大狼肯定死了呀。没有，他大狼不一定少。大狼肯定死的呀，你有干叫呀，肯定死的呀，我不。可以啊，这可以啊，妈逼。可以个鸡鸡，我叫了，可以。我叫了，小威。你的鸟飞他宝宝就 OK 了，可以，有价值，你这死的。我他妈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真的猛！来，谁拉我一下？怎么说？谁拉我一下？我宝宝拉吧。可以。木匠哥飞吧。木匠哥，你的宝宝？我直接进啊。木匠哥，你宝宝有大金吗？木匠哥。嗯，给我龙骨顶一个，我都几斤了啊！啊、嗯，这个狗会拉起来长硕的，有道理。其实狗哥，应该你宝宝自己拉，对不对？先卷出去，有道理。嗯，反正普通金的嘛，嗯。很舒服，其实。只要我那边可以劈出去。但是你已经说你拉我了，我以为你有想法。没有 ，OK， 我必得封他普通。嗯。对了，他女儿没灯，他可以拉大他。其实我这样拉的话有好处，就是他慢的宝宝把他拉起来，我可以把他守住，他肯定想出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抱上去我的。你普通应该顶个小四海啊，不要给大狼看。走你长驱过来，小逼崽子！那是不是长驱我的哥？你看，对吧？我这个大金完美，然后去你妈的，给他吃龙卷风，这波真的稳，真的强，真的强！大狼把他防御，让你出手吧，出手吧，出手吧。其实我觉得啊，我感觉把他女儿扫了吧，别出宝宝了。我们女儿没，不，他女儿没那么多血了，你出个12宝宝，大狼。行。那我只有给他吃龙卷雨鸡。嗯，给他吃，给他吃。我立即再替他。木匠哥，你把我守他女儿吧，守了吗？我守到床了。OK。保护一下我自己，免得他又砍我。二哥，二哥。怎么说，木匠哥？我现在非常讨厌你。为什么？你搞个乱七八糟的，搞个神龙摆尾出来。你神龙摆尾。没有办法，木匠哥你太强了，只能用神龙摆尾克制你。木匠哥，你真的，木匠哥，你去甩真的好好得教育一下他了，真的。木匠哥他就是针对你，木匠哥他针对你，他就是针对你，他就是，对，他就是针对你，摆明的这个。没有木匠哥打不过，只能神龙摆尾溜一溜，没有办法，没有硬件你知道吗？扛不住你们飞，你们他妈的动不动给别人吃人魔仙怎么打？扛不住。狗哥还有我了吗？狗哥。嗯，我开大堂。嗯，把法器扫了吧。本身飞法器都要飞个3000-4000的，你现在这样一搞，飞个2000多。真的，我小龙都不知道，二狗真的。神龙摆尾很厉害的，你知道吗？神龙摆尾真的强。然后他妈的，你被他喷切了，真的。刚刚没有神龙摆尾，我操！有神龙摆尾不就被切了吗？哎，为什么他烧的时候不会出啊？不知道，血太多了是吧？不是不是，他烧我应该出的，有几率，70%，70%。你讲道理他满血他能空切，真的这个前小也不搞什么都不知道。嗯，前小也他妈有问题，这比开挂的。有问
妈逼！这比七万，这比七万分。他妈七万分！不是王娇有毒吗？这搞什么啊？来呀来呀！不是、啊，为什么只有两个队七万分呢、啊？人品不行。真的。不是、啊、我木匠哥带队，你说人品不行，你什么意思？不，你人品不行，木匠哥 OK 的。关我什么事啊？你老刚刚谁说什么对面分高分高的，然后跳了？我可没说分高啊。梁毛在哪里买？啊，这里。报名了啊！报吧报吧。木匠女变身。换好宝宝。木匠，你没变成木匠吗？为什么？嗯，神龙摆尾，我已经晕了，我现在要想办法来把神龙摆尾搞死。啊，那四个嘛，这样他妈点错了，是不是只有我带小蓝了？对，嗯，哦，烦我是吧？等我昨天遇到一个那个是这个吗？两个素不清河，对了，我没看到反星。我他妈不会开反星。是这个，我也很不会开反星。你们龙哥这件衣服啊，是有点麻的，衣服防御太低了。没有办法。嗯，衣服防御没有办法，就是你修一零比肯定是比不了的。别，我们硬件不行，我们硬件不行。太强，真的。我们难以，我们的硬件不行，难以抵挡修一零的进攻。我们这三攻打不过紫禁城，紫禁城他妈人魔切扛不住，有5%的他妈烧霜加成，到时候把我们烧霜了。你的三攻全明星赛拉了吧？凉，太厉害了，凉了。网易现在针对你，对不对？哎，不能让你四连冠。下来神龙摆尾该改了，真的你。神龙摆尾刚，我跟你说，神龙摆尾刚改过，你知道吧？原来神龙摆尾就是比要总血量的25%才能触发，现在就是20%，对，现在是20%，就是原来打10000血打2500才能触发，现在是2000就能触发了。是不是为你改的？没有，我他妈的是吃鸡的时候想到的。我吃鸡吃出这个想法。嗯，他妈猪八戒以前不是点神龙摆尾的吗？我操！我比。那个他是什么、啊、大唐，你大唐狗哥你去给大唐卡就行了，木匠哥你变身，他是武装，他是武装无底洞，他是武装无底洞，宝宝金丝啊，他是武装跟无底洞。我感觉他们点我啊，怎么办？那我给大唐卡、啊、给大唐卡吧。你觉得他会干你吗？你这么高防御。行，他是武装无底洞啊，我知道。其实杀法系我觉得好像最没用吧，其实我们可以干他的，你知道吗？他一定没有闷快。那你为什么不干呢？我觉得他不会干。嗯，他没干过。只要我们大唐出了这个马，他不敢干。他为什么封我们石头这么贱？没他快。那他是有点快的。这么说？我跟你说啊，一般大唐胆花生都是没有愤怒的，要不你普通把他当笑了吧？反正你没事情干，对吧？你没事情干嘛？你在笑就行了。就是一般都是没有愤怒的，他绝对也不出来。现在你来解吧。双峰是吧？行，踩个塔。妈的，要不是觉得他好大唐，我就把他逼不笑了。双峰我感觉要先点死个风系才能打他，不然的话、嗯、不打太难。
妈的搞什么、啊、行不行的怎么说小飞搞什么、啊、他哎他他五里洞他带这么多光辉也就两个他那个是五里洞吗你看、嗯、五里洞被笑了吧我们也被笑了我们能也算吗哎他能也算可以我们能也吗还是我们不能也哎都能也可以你带了其他很舒服真的舒服我刚才进去我都够罗汉了快这么酷的吗小伙子妈的他光辉加完了这条火我把我包神的绿吧哥们儿我操一丝血一丝血神六百血哇这么多绿皮包神的吧绿一个绿一个绿一个绿绿绿绿该包神的他说的一号也是、啊、这狗也绿了超狠爹那都是绿皮我防御了我他一号应该也是因为我自己开我自己开我自己开我先破了啊嗯木匠我们清四吧我两个四号有问题我清了五了破血他了哇别清五啊他这么多绿皮不是吧你破我跟一下吧我跟了他这攻这么准的吗他妈是无底洞吗不是无底洞吧无底洞无底洞无底洞那无底洞这么玩的吗他如果是国标他早就干过来了吧我妈的无底洞伟哥无底洞壁垒你普通宝宝有跟四号吗跟了怎么说我防御了怎么妈的防御皮那么多没有绿的他妈太能省了吧兄弟给我绿一个好不好怎么说该可以我这把带开再把我后金金我也上他了我先卷了要不我开始多领可以开始多领要不马开吧马开吧木匠哥你去把他五号破了吧你把他B跟一下五号好了马开吧他一直在 P 我的宝王这武装这么准的吗什么情况奥塔跳的了我生气了你带了这把野兽下把门干人了野个鸡鸡啊没野去你妈你傻宝宝了你别吃光闪啊、哎、你怎么比他快了你怎么比他快了对啊我为什么比他快了你吃这个药是没用的你才干将啊小伙子你的大堂不高猛嗯这个壁垒有点伤害高有点高的你别说啊真的这伤害有点高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干的死他武装怎么说随便我都想干他吧木匠哥你哦我少了嗯他大胆肯定要上去我龙卷了啊可以普通破甲破了破了妈的他不会妖风我们死脱吧妖风现在命中率降了出去他妈的你在看直播吧兄弟你只能扫他两百起刀了都超过两百算我输这个明光宝珠加纸人啊他们有点强的啊我输了三百输了明光宝珠加纸人啊是真的有点强的是多少连环机啊真的有点难受的说句实话其实要是给他个龙腾爆一个他还得死嗯八千给龙腾爆也差不多了不过他要死龙腾能他这叫被大克感觉我这个龙腾也没什么威力只有六百这里面有点恶心没地图其实还可以这他妈我觉得就达到十点了吧不会的很快的他都不厉害你有一速我们就请四二吧
他下巴会干人了。他武装够精了，一定够，他斧头也够了。要不你波澜一下我行不行？我觉得他应该是沙发系的。你要不女儿丢个无魂给他的发系，我给他无毒豆了。啊，那行，那老宝宝了，走你。他肯定隐形，嗯，沙发系的，肯定点我，是不是点我？小屁崽子，破掉我了。你点女儿了，亮亮。打我操！亮亮月色为你。没事，我相信你们会贴我的。还行，加一个。我有抗性的。死不了。他有两只力劈。我还有2000无血。力劈劈我俩应该会贴的，哎，他顶血了，可以一个力劈顶血了。我觉得大唐啊，先出出耐法。嗯。施多领师不能追宝宝吗？不能，他点了那个木像了。那就飞嘛，就点四号飞嘛。飞不动啊，怎么飞啊？踩个法法。啊，踩个塔也行。我挂掉了吧？嗯、我跟你把法发了吗？我自己飞。那个你有愤怒也是嘛？那算了。走你。没事没事没事，你下把有塔，你应该够了吧？一个像应该下不掉了。嗯。只要他全是纸，现在也没有什么。下把我跟你说，带个石头来帮你大唐野好了。这条狗。没事，你加你骑干将就行了，干将等于野兽。我来跟你加吧。对，木匠给你加。木匠哥，你给大唐加。加了三下一样的，他现在几回合了？走你！怎么腾不飞啊！我操！哎，可以！我这个龙腾真的稳，真的稳。我用当直接踩干将就行了。我干将了。嗯，干将。你秒几号来腾几号来？我点二号卷，二号没有明光宝珠，清二。应该下不掉石头的吧？下得掉，石头破血过。怎么太爱狠了，对不对？不让加野兽是吧？对呀、啊。我有塔的，就是帮你加好了。可以，我觉得大唐起个纸人吧，不然大唐了，大唐起个纸人吧。没纸人，啥都没。直接防吧。那你怎么有防御？啊，直接防吧。啊，直接防吧。我没有小秒防了。点了。过来了吗？过了，过了。我应该顶一个的，我没顶。没事，应该也是野到出来就行了。对，主要是野兽的问题，不是野兽的话，其实不防也无所谓，可以。他这把为什么不干我？肯定不会干你啊！他必点大唐，刚有干将，必点大唐的，没悬念的，必点。还群秒。他一定是群秒，他金魂掌一定是群秒点。他武装还会上职人吗？我操！我操！我顶一个也没有，他要往上特别高，不过还行。打一样嗯，不过还行。一样可以干的。他先把铁房拉。其实我跟你说啊，可以这么点啊，普陀技能拉他起来，然后我给大唐顶个大金，然后长驱点他的龙宫，斯多林给个连环技，我开斯多林怎么样？
哎，我开锁领了啊，长区点。最好大王宝宝自己拉一下啊，稳一点的话自己宝宝拉一下，反正点的法系嘛，你宝宝也跟着。出得去的，他大本营少做了。我主要怕无魂，你知道吧？我主要怕无魂，我让你碎玉弄你疯了。嗯，可以。带了灯应该是。你这个大堂妈的，妈的！不是大堂，是你普陀啥鬼？这么耐的吗？没破脚过啊。嗯。又来这个东西。哎呦，操他妈的！嗯。不太够，龙纹有点耐。你疼了吗？我没疼，我卷了。卷的死不了，太耐了。虽然没破甲，无所谓啊，点不死下次再点吗？不是很重要。不要点个灯吗？哇，你这个要吃的，很僵。给大家点个灯，我给大家点个大金。我觉得他武装会砸死大唐。我给大唐点个那个吧。有那个护盾，他不会砸的。他一定砸。那你能点一个？我点个小帅。可以，火金青。不过他应该又扫我们了。没事，斧头把灯挂出来就行了。不砸，嗯，其实你应该封他的，他不会砸的，有护盾。砸的死啊！大唐那个血量已经是……他又不知道，看血就知道。皇上谁不看血？我不看，我打皇上从来没看过血。他搞完了，他大唐下边还得指人。我们去清一下吧。嗯，说你直接破血一吧。我想把死嘛。你立盾啊，把盾立起来。刚够。其实打他啊，就是找机会把他的那个龙宫跟大堂点了就行了。他两个风其实不用太去管他的，他有个无底洞啊，他那个无底洞我估计啊，没什么用的。不过你这样的话就有点尴尬了，点女儿了，女儿无所谓的，给她点好。现在点我们人没有用了，她没有死亡宠在场上就没有用，她除非有死亡宠点死我们人才有用，因为我们女儿死了，头上有灯拉起来，她也不能一直守我们女儿，压力不大的。我们只要冲清她叔叔宠，转就把她龙宫两个叔叔点按了就行了，四号地皮。我要十七点血，你肯定死了。神，能不倒出来拉他？普通可以了。嗯。然后木匠宝宝是可以吃个小菜，木匠变身嘛。大王去砍一刀四好啊。哎。嗯。我们先把四清了吧，我觉得四号比较重要。你给他拉我是吧？拉了嗯，你有灯的吧，我看一下啊。有灯 OK 有灯其实就够了。你不打头灯，你刷灵动了吗？刷灵动了算的挺多的，我还是不破也过了。金子，你这个马应该不够普通快的吧？应该不够，因为这只是1200速度的吧。我看一下啊，对，这只是1200的，不一定也够啊，1200也够啊。刚才没你快呀。不是你有1200马甲30%吗？是底的。刚才有一把没有，你知道吧？但这次不知道。我宝宝伤害贼高。嗯。这下可以了吧？可以啊，要不先卷一波飞一圈怎么样？
点个一号，一号怎么样？大唐才打才干将的。大唐这把是铁子。那你就开我好了，试试看啊，开我好了。嗯。应该可以，1500-1560。其实他没有那个状态的时候，飞秒给他点压力，到时候我们当场扫他人就能空切了。打五张了，宝宝都不改名字了。嗯，可以。够了，够了。嗯，没有神马之后就不够了。对。啊，大家防了，那起止了。一定起的嘛。嗯。伤害其实还是可以的。那起过他就说。嗯。还没破甲的那。对，还没破甲的。早就会把甲破一下，他其实哦，打五号选手，五号应该会五号水宝宝，点一号飞的，一号神五号神了，第四血，我觉得大家继续砍那个五号吧，我们就听他爽啊，不用着急跟他打，不然的话继续挂着好了，对，我都继续挂着。我不太能那个着急去点他人呢，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先听他宝宝把他血统清一下，封我没用呢，马可以开悟，前面三个都扣过了，嗯，我们秒出去，秒出去是把这个双飞，嗯，你我操！五号吧。嗯。他这把点人，我觉得他要点我们大唐，拿了一个盾吧，你比他快。你记住挂灯好了。啊，你挂灯，然后你马开我。他五张应该是清风的点的哈。嗯，我那样继续飞吧，一飞吧。啊、哦，没事。没点。嗯，没点。太凶了。他也怕我们点他。他不知道他大狼快还是我们大狼快。我们大狼快啊。你。我想买还有一回合效果呢。确定？没有了，没有了。你确定？肯定没有了，他你的马是五回合的那个状态。他主要是觉得他无敌，那可能被我封，他不敢点，对，是吧？他武装清风解不了。是的，我点的那个金牌，我把灯多挂挂，点死人没用啊。我要只能暂时不用给我自在，继续点灯好了。我就给龙宫点，点灯好了。嗯，其实我们只能听他宠，不然的话打不好打他了。你两个人的，大唐会武装的吗？大唐破甲过吗？破过。哎，可以点大唐，点吗？可以点。点吧。你就封他无敌道，他武装，让那个女儿宝点我拉一下吧，他等我点我。OK。但武装这把应该是得出宠，他不敢点。对，不也有可能清风也把我按了，但可能性很低。没什么意义。嗯。他这把大唐死是挺重，我操，他应该出宠了。嗯。只要他这把大唐没支，就很赚。出马了。嗯，死了。要不我拉个宠他罗汉了，怎么样？可以。普通你先给四刀挂的吗？嗯，我觉得可以。可以。挂完能他可以把我自杀，他要点干我。保七四吧，四刀飞了三只。嗯，可以。
今天技能拉点人，扫不出去啊，他就一个血手。扫不出来。他这点血这么少的吗？看大量血啊，就八千多，九千血能扫出来，其实还好，我扫出一个宠而已，四个了，可以普陀技能拉我。普陀拉我宝宝也拉一下。对，普陀拉你要宝宝也拉一下。我踩个塔。我觉得继续把大王扫了，好一点。嗯，也行。我觉得要扫。那木匠哥，你飞一把吧。对，要飞，要扫。你一定要把他大王按了，不然他大王有金魂怎么可以无限点我们人呢？他这样拉的话，他也是吃药的，也消耗好他普陀不能双灵动。我不是把封在普陀了，不想挂灯。哎，你不能让他放在普陀啊，你要封两个封线啊。我飘的飘得动。哦、啊啊。你这个三飘我不太相信。飘三封中三个。姿势很帅，中三个是吧？嗯。哇，这姿势有点帅，一个没中两个。我操，有毒吧？我觉得。姿势我是不太相信的，你知道吧？还可以。没事，扫过去应该也。他当他当没有血，没有血，没有血。他把顶个也死啊。嗯。他把防御了吧。防的，麻痹我们普通坏了。那肯定死，哇，滴血，肯定死。主要灯被他挂出来了，妈、嗯、的，他死了。我跑出来了。这你没五龙了吗？没五龙了，我没五龙了。电子拉的。你普陀也先挂灯。木匠哥起个纸人嘛，或者撒个塔，让那个女娃的宝宝开嘛，不行了。嗯。飘了法系，你让法系飘吧，我觉得。飘了。可以。你补了下，可以把龙宫自在了的。嗯，在头上这么多灯，很舒服。其他这样就很难受了。这把出双门就舒服了。也还好，木匠宝宝神一下就行。那是保存的。懂你。嗯。被清掉了几波宝宝，他也很难过。他武装够了，那他要暗门大坦了。那我觉得你要射他武装吧，我觉得不够，没分诺。那你要不无魂他了哈？嗯，我直接把灯灭了。啊，你当踩个塔吧。木匠在出宠吗？木匠在出宠吗？二、啊、号了，二号，嗯，他应该会灭大堂灯的。我觉得，反正他一定会点过来。灭大堂灯嘛，没有点。波兰。点。扫出来了，那死了。我就知道他一定点，他有金青一定点。普罗拉带个灯就行了，无所谓。嗯，对，可以。宝宝怎么上防御那头上有三个有明光宝珠。木匠哥，你先试博那个啊，好吧，我们先一个个清。普罗拉，然后我们宝宝继续拉。一个一个清。碰到这个太恶心了，对，就亏了。对，
大哥等一下吧，就把大堂的灯收了就可以扫了。有点近，当时顶个大金就能扫了吧？嗯，顶个大金扫不出去，得普罗自在。行，普罗自在差不多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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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多，我觉得先砍啊，先清二啊。嗯。就先清爽啊。或许啊。说你可以飞啊。可以飞啊。嗯。飞吧飞吧飞吧。先清爽吗？你飞他得出手，你不飞他不出手。对。其实也飞得动了，也不是完全飞不动。你最后一回合了，肯定要飞啊！又是忍耐出吗？没有，出那个金蝉了。五张第五只虫。耐心你好轻，就杀到耐心。嗯。他上把是武装金青的点的人，对吧？嗯。零点血啊。他有那个护盾，他有那个金蝉。金蝉那全部都解掉了吗？对，被你飞完差不多，血完差不多了。嗯，他五号桶也残血了。对，五号千术你劈下五号就好了。嗯，普陀把我女儿灯灭了，刷灵动吧，刷灵动，刷灵动，刷灵动，没灵动了，刷灵动。他，你听我说啊，他的无敌洞100%一定是纸人的。我们把他无敌洞扫了怎么样？一定是纸人，能扫死。那无字金他？嗯，无字金他一定纸人。行，我灵动了，他破过的。哪个是无敌洞啊？队长，队长。你想，他刚用过金蝉，他不可能封的，他一定纸人。是吧？没单位封，主要他可能上塔。你们逼他罗汉了，我操，可以。应该是死。他只要不点我们人就可以。他大胆点上纸人吧。嗯。他没有金文长肯定不敢扫了。可以。狐狸洞死了。嗯，死了，把他狐狸洞掉完了。他不会玩，他妈他有罗汉我怎么知道？你们逼他罗汉我也算不到。我操，先贴。死了死了死了，肯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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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没金他必死，他龙骨是不够的，走你还行。他的这个人物4的伤害是零点对吧？嗯，那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也太厉害了，一个金脉，普陀挂的。他的妈，他的护盾还是150回合的，是150回合的。这个护盾抵挡好多伤害的呀，2000多，2600左右吧，好像是。等级乘以等级乘以十二。我也具体不知道多少，反正等于乘12。那这个护盾不是无敌啊？但他掉5000血啊？怎么掉五千血、啊？他自己要掉5000血，他自己要掉50%的血啊？他掉50%的血，他加一下就行了呀。嗯。但是这个永久的这个，好像是六回合的 CD 还是八回合的 CD？ 八回合 CD 我记得。什么八回合？就是这个技能有八回合 CD。八回合用一次是吧？对，八回合用一次。但是你不是说他那个有了护盾是永久的吗？有了护盾是永久，他那个技能是八回合 CD。哎，这个护盾的话就是……哎，他的无底洞砸不死啊，小亮砸不死。他要点人，一定点是吧？这样吧，普陀丢个蜈蚣给他大唐，你丢个蜈蚣给他无底洞，怎么样？可以。大家跟我出手。木匠哥破血三，木匠哥破血四号。不叫跟你宝宝拉一下大堂吧，可以，我觉得靠谱。我自己吃大金，很有可能点。
他阳符我应该是会点的。嗯，你没开自己吗？没开自己啊，兄弟。没开，没开，没开。没事，我再把三个塔，我没愤怒。嗯。嗯，可以。点我应该是死不了。肯定是，你不会没人接你的。嗯，点上方，当人出宠就行。受不了。那木匠哥拉点拉了。木匠哥，我让木匠哥点我拉了。有两个耐虚迷。哦，对。耐虚迷怎么扛不住啊？他没灵动，他保耐虚迷很差的。哦，这锁不住了。我的千速可以开斯图林，斯图林可以破血。我到现在足够存好了。嗯。那就不拉了对吧？不拉不拉，下把再拉。可以。我千速开木匠，木匠破四吧。我破了二。啊、哦，也行。我给龙王大金。那木匠哥，你的宝宝可以拉下他啊。但是出爽啊。木匠哥，我用完拉吧，木匠哥拉吧，我 OK OK。下拉，有转动。那木匠哥宝宝打四。新加一个应该都守不了。这队伍太猥琐了。华山，这个小人家跑啊！嗯。我操！这有点凉。差一丝。我踩他。他这次好像是耐法来的，还不是耐寻，耐寻没这么多血。这有点凉。他全守了，嗯，我有点破血贪了，我操！是应该破血四，只能普通技能拉了，拉就好，技能拉，技能拉就行。我想点着二飞吧，我继续破血四吧，那就破血四可以，那我们保打啊，可以。肯定这把在扫龙啊，这把点到大浪跳了。他应该是不会水，他没有愤怒水，但是他武装有清风月，然后他普刀刷灵动，风大堂可以，不过他当然有破血啊，满愤怒。三大堂应该罗汉了。嗯，可以。好佛，三大堂罗汉了。灯，可以。可以。破碎，我们刘云莹只能拿速度吗？应该可以吧？拿大堂吗？拿大堂吗？普通没凝，没凝滞，没有凝滞。嗯，一个刘也比他快了，要不普通刘大堂怎么样？一个刘绝对比他快。可以，一定比他快。你大堂提干架，我没蓝了，谁给我加个蓝？我来顶，来我顶，我的宝顶，我的宝顶，我顶，我顶了。哎，你听我说，大狼宝宝的 DC 快吗？快的，直接撒大狼，别起，你不要留，直接撒大狼，送你飞。现在可直接飞，嗯。啊、嗯。先不留了，那先不留。不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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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留。我打这把会武装清风，拿普陀解大塔，扫门大塔，应该。他武装清风就把大狼解了。嗯。那我该笑他了。你能笑武装吗？没有，你为什么要武装？他武装一定清风，但他没清可以。武装风没有没有可以。嗯，是我肯定清风，清风解大塔，扫你大塔的，让我们出不去。他应该上值了这样子。没有，他出宝了，还是破碎？搞什么啊？下把流云，下把流云。他龙宫是够的啊，要红切，兄弟，可以。一定要留啊，这把可以，很舒服。木匠哥有破血吗？没有。你石博二号吧，我就不要飞了，等到三个输出好了。嗯。有蓝，有蓝，有蓝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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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哎，你斧头这把流云，你女儿，我觉得你要把他斧头封了吧？怎么样？还是龙宫，他下龙宫也可以。下龙宫吧，他武装应该会清风了，他要拿的话、okay. 下龙宫了。
他五张几个宝宝了？五个。第六个。他血宠。血宠是吧？对啊，血宠。他的名字都不改的。我们龙宫也没改啊，龙宫耐卡。我给他鸡吧，我干死他！去你妈！要拉的。哦。他自己应该不是耐心的那个。我操！这神了，这宝宝。知道好了。他就这个拉的。把档点了，我们档快。有长区吗？长区够了，长区够了。长驱飞，火星星了。嗯，二飞，普通顶灯嘛，把树顶灯给你上。你给我顶大金了吗？我给你顶。他妈的，你这个血量还要顶吗？火星星了。你他妈富二代，那么浪费大金，他妈的这血量还要顶，给你顶了。你是他不用了。我上线是满的，说实话。你比他快，你一定比他快。大大这宝宝是御风的，应该是比他快的。不，你一定比他快，流云就比他快了，因为有马就比他快嘛。嗯。干嘛？还是没小事。能死。他物理动下巴也够了。他龙宫是上把下的是吧？还是上把下？上把下的。我下把要下一下。我觉得其实打的简单一点啊。他物理动应该没盾了吧？我看一眼。啊，最后我就把物理动扫了。可以，他物理动应该放罗汉的这把，我也不笑他了。我觉得物理动不够，一定够，我觉得够了。你这样，你去封他的武装，普陀下他的龙宫，好吧？龙宫肯定不够，我给你刷灵动吧。可以，当自己开啊，开自己扫。没武龙了。我开。你宝宝没大蓝块，你是千术吗？废话。千术，他千术。他龙宫下巴才够，下巴应该够。我宝1400速度，你说我没他这么快？喂，你是那个死亡宝宝吗？应该是空了，他没多少血。反正我是卷的。肯定卷啊，应该空了。空。男生。哎，我都说龙够了吧？真的，龙够肯定够。上把笑的嘛，他上把笑就够。你说你飞了一圈啊，肯定够。我还可以，局势还算可以，六只了。刀立兵，目前有破血吗？有破血啊！我觉得把大堂再按了吧，一定要把大堂就是。可以，他没血统，你能。就是小飞，你带毛了吗？没有，你补的要无自己拿大盘。对，先把他们按了。你大航宝宝上去拍一下大航吧，我也拍一下大航，好吧？对。破坏保护，他可能会贴一只，我是高领。肯定贴一只啊，你是高龙飞。对，他可能会贴一只。先说。龙贴了没贴？可以，他当应该死了。哎，你无字金他呀？点灯可以，问题不大。你把他按倒，他无字金他大的钱没，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嗯，点灯也可以，他只要死就行。嗯，对，只要死对我们来说就行了。我刀下把出来了，续航没房呢。我他妈这是1500的防御的，大哥。你还有水吗？不够。我有水。那普通水大堂啊，普通水输了，怎么样？再点。直接扫他龙宫怎么样？他龙宫一定死。可以。
那谁的宝宝开你？你看一下。我自己开。OK。水树的是吧？对，水树的，他一定龙魂一定死，破甲过了吧？破过。破过必破过必死。就是他普通没破过，其他都破过。点灯可以，你五一个也上值。他会风石头。嗯。哎，他为什么可以点四个灯啊？你妈卖皮哟、哦！不过他恢复的不多，那个血量多。嗯。他全队残血，你不能贴吧？你全队残血你还贴？你这个雷锋，你全队残血，你贴贴个屁吧！哎，木匠哥，木匠哥飞机！哇，木匠哥，你这个，木匠哥，你这个有点勇猛啊，木匠哥，你这得飞飞了，我感觉。他这个龙很脆的，木匠哥，我们包空切他的。木匠哥太猛了啊！点名批评一下，你这太猛了，非常勇猛，绿哥。这太猛了吧，我感觉。没事。你普陀要不丢个五给他了哈，他要出宝宝了。怎么说兄弟。丢。宝宝先把四号清了。可以。我连孩子秒了啊。很舒服，妈我避雷只有蓝了。木匠哥太勇猛了，这感觉。有点暴力。他屋里都没灯了，你妈了个逼的！这都能封得中？啊，他队长宝宝是高永恒的，我日，他妈逼16回合灯，我去你妈的！咱把他清了吧。立皮来的，立皮高永恒很酷。怎么立皮？怎么说？六个没飞可以？怎么说？可以。我自己开自己，我还有一个五龙，我觉得我们大堂把大堂扫了吧？怎么样？他包他没花招的，对，他包没花招的，但是大堂，你不是把他的，你不是给他丢个无资金怎么样？无魂就发完甲也行。可以，我觉得都 OK， 我自己看了啊，最后一个五龙。没事的，我有金星的。真的稳，这一波真的稳，狂干他。但木匠哥可以飞机了，他都是尸体了。这波真的稳。其实我感觉啊，可以，这波有点溜啊，这个普陀有点强大啊，这个发轮侠 OK 啊，这个发轮侠有点 OK， 很厉害。下把飞机他受不了。扛不住啊，不是受不了，难以抵挡。我得把他武装下了。狂干他。看我表演啊！他只有2000血，我这把 boss 他，横扫进去揍你啊！出甲出了甲了，去你妈！这狗甲有点多，很难受。你普罗他武装其实防御不高了，你普罗是力破的吗？不是。要点孩子肥，木匠哥，要点孩子肥。他妈，你觉得他武装会放吗？我说包放的，你别傻逼了，他武装不会封的。笑他了。他武装有怒就是会放。嗯，没事，我蛮愤怒。嗯，他应该是封不上的。普陀把灯点起来吧。嗯，点起。真的强。这暴力真的吗？你看对吧？他包放的，肯定放。他妈的不是傻逼的，你要封他，他不可能。他的愤怒是已经满了很久。对你肯定要杀他的。木匠哥，这龙宫你感觉包飞死的吧？包死的吧？没有神龙吧？木匠哥，你太强了，木匠哥，你这张有点幽默啊！批评你一下，你这太强了啊！你看你这三有点高啊！你刚不连环击他们就出去了，有点勇啊，有点勇猛啊！走你！其实我还可以啊，还可以，感觉还可以。怎么说？还可以。咱们。怎么说？木匠哥，你换算法吧，木匠。妈的，他的点子拉了。正好换，我觉得 OK。换，
人话先把他加伤害。我觉得把他武装点了吧。咋的？啊，你普陀点他武装砸盾。哦，砸盾。他会立，他有可能会，懂吗？会立盾。其实他立盾也是死，真的没用了。这把树叶绝对死。嗯。他没血统。他跑了。跑了你他妈的，你不能这样打 PK 啊！早点跑，是不是？还好我满愤怒，真的稳。我也是满愤怒。可以，这波真的稳。我大唐也快满愤怒了。可以，很舒服。只要这飞机飞出去，难以抵挡。真的难以抵挡，你知道吗？太猛了，我日！我给他吃个抗龙，给个机会行不行？他跑了，去你妈！还行，其实分还可以。可以，我要吃光了，慢点要行不行？你们鞋子的耐久要坏了啊，就那个腥味。龙宫是吧？嗯，龙宫龙宫，土刀鞋。土刀鞋主要很少带的。啊、嗯，行，我跟你说一下。嗯，好的。OK。我好了。宝宝发回来了。我首发的宝宝很酷。嗯，我哪只刷出？这个。死亡宝宝。属性给你们看看，厉不厉害？这个龙宫，其实属性啊不厉害，他的龙宫属性有点麻呆，真的，防御太高了，两千八，对，伤反伤太低了。其实还可以吧，我觉得打个瓦山够了。打三攻其实还可以吧，还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光辉，你知道吗？你们他妈打这个队伍光辉也没有。妈的，凝滞也没有，没有，没有办法，都没有坏了，妈的，嗯，哪个坏了？武器的，我给小北说一下，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嗯，我们只有人魔仙，没有办法，没有人魔仙，我他妈带这把武器不就凝滞了吗？干嘛不打零食啊？这武器不就凝滞吗？嗯，我们只要暴力，我们只要暴。我感觉你们也不是很暴力，你们他妈速度都抢不过别人，感觉你们也不是很暴力。那带这把武器不就有凝滞了吗？这武器挺好的，我觉得这武器比法爆武器好啊。法爆武器没用。打拉山，现在来说正常是没什么队伍需要我们放凝滞的，像刚除了那个队伍之外，嗯，那是个意外，嗯。啊！你搞个这样啊！他妈这普陀你翻了一套符石的吗？为什么普陀的符石是什么？没有，他一个坏了嘛，那只能常常变成这个。他妈的，太酷了，真的！兄弟们，这套不魔酷不酷？这套不魔厉不厉害？怎么说？苦海无涯。怎么对我单大堂吗？他妈的！你他妈的！双三风两三风，怎么说？我先吐刀了，我不管了。三风一普陀单，宝宝三吗？单大堂，三号吧，三号吧。他是一速，我们是不是可以跑了？嗯，一定一速的他。怎么说？跑啊！其实还好。不跑，他龙大狼死不死？真的不跑，我就四个五龙，确定不跑。四个五龙也打，打几个回合再说。可以，就打几个回合。我没有清，因为我们大狼是一速嘛，对不对？不重要。
这个队伍大唐他妈全场移速都没用啊。看你要该笑我了，他女儿是包笑你的小飞。先野兽没事，我不管了，我先打颠倒了，不然没办法。你能颠出来算你赢，直接破家，真的破！怎么说？我龙战了，龙战吧，木匠哥自己野吧，木匠哥自己野吧，要不？你大狼开干将，木匠哥给自己野。对，我干将了。不讲自己，赌他吓我，真的，你包吓我的，就给他吃一波。赌哥，你自己吃了吗？没事，要吃不光的，你他妈年轻人，啊、你吃不光的。吓我！小飞真的不跑吗？小飞他还能再打两局呢，真的不跑，都不跑了吧？嗯，他不吓我，我跑了。真的跑吧，没有机会，走了。走了，他下午还可以搞一搞局。对，下午你还我们还可以播大死亡，对吧？跑了，别浪费时间了，打不过。因为我们上把是可以点的。快跑！他想把你们防御，走六球，我们六球，可以吧？六球。赶紧走人。他妈扁！跑了！不能走，别挣扎了，木匠打不过，他三分。走。没有关系，出去了。木匠哥，你这木匠哥，你愤怒没了一会儿。哎，那个苦海乌鸦怎么？他怎么去那个再去了？操你妈逼！我操你妈！六球。去他妈的！壮哥没有必要，真的出不了手的，咱们走吧。你看他停止了吧，对不对？咱们只好走，保留满分度，对不对？我们讲说，你看你不听，你不听劝，你看到没？不然咱们正好走。他弄不死我的，对不对？我都说了他停止了，咱们正好溜溜球，很稳。你看我。当天打字，他当然有干将没扫我们，不然他扫过来了，你知道吧？战术，我跟你们说，战术真的强。怎么说，水主，带我一步，可以吗？木匠哥，可以，那我买个药。你放心，我这把肯定跑得过。可以，木匠哥，我看好你，好吧，加油。先买个药，木匠哥你敲了，行。加了36点伤害，还可以。我加了26点法伤。妈的，还破甲伤，我们木匠哥有点狠。木匠你真的太勇猛了，没有办法，兄弟们，真的，这我跟你们说，打不了。他妈对面三封，我们女儿不是一速，打个鸡吧。女儿是一速，还可以跟他们打一打，不是一速直接跑就行了。挨个风筝就有一速了。嗯。要不我们开风吧？我都可以。其实我都可以开，我觉得没有速度还不如开封呢。开封吧，开封真的强。只要我2300速度，你知道吗？可以，这波真的稳。你先带我一下，好吧？加队友。怎么说？我讲加我。只要不是你和极限全敏的，我都可以抢得过。极限全敏，我们就干死他。我觉得两尊大堂应该没我快吧，1350的速度，肯定没有啊！你他妈智障！刚刚两尊大堂不都比你快吗？没有，我刚才是敏力作前，我现在敏作前。啊、哦，那包没有你快的。来，搞起！怎么说？你再来个风，你再来个鸟，不干死你！真的干死他！要不木羊哥，你再买个药吧，我多买个五龙吧。怎么说？带一个小赛够了，算了，带两个小赛。其实这小赛啊，品质有点低的，
实现没用，没什么用。对的，算了，带了。因为得有神龙，有神龙就还可以。其实普陀吃还行，普陀有治疗，你知道吧？怎么说？你他妈的怎么说？咱们怎么说？打他女儿吧，我水大堂就行了。木匠哥，你破血啊！木匠哥不能破血，木匠哥你变身。妈，直接干女儿。走，那我跟你说包干他的。那我感觉我飘吧，他妈的。你包飘的。我把他天，算了，飘到天空就行了。他跑了，跑一个吧。他跑了好像。哥。你上网了，他跑了吧？跑的吧。跑一个。他不会跑的，他还得拼下什么意思。跑了，可以，记住。漂亮，肯定得跑。漂亮，你看对不对？谢谢，我都说了吧，你看。还封斧陀。OK， 咱把大行扫了，咱们把大行留下，可以吧？漂亮，厉害啊！这波真的稳。大行，帮木匠哥报仇。怎么说？哎呀，你这个。没事，他现在跑不了。木匠哥，你连他跑不了的。给他是终极附身锁。那他跑掉了，算了，咱们干一只黄老邪吧。随便点个脸。咱们只能干黄老邪了，我操！这木匠哥野兽了。我操，木匠哥给我野兽的。帝王般的待遇，我防御了，让他跑吧。跑吧，跑。这只黄老邪还没我们那个普陀快呢。这么说、啊？黄老邪是不是卡住天宫？卡住天宫。你他妈的别劈我宝宝，我他妈要出去一宝宝了，我这是。你他妈的，那我卷你了啊！这么不给我面子，怎么说？嗯，华山的虎阵比较少，还可以，拿他45万，你讲。你看，本来咱们要是跟他干的话，咱们得打很久，打不过咱们就跑，没有必要跟别人挣扎。木匠一宝宝，真的，我以前没有机会跑，我进去就跟别人干，后来我觉得太傻逼了，真的，我进去就跟别人干，太傻，打不过咱们就跑，变卡变卡，嗯。阿杰变卡，阿杰，普陀变卡。嗯。打华山对不对？打华山你还不跑吗？干不过别人肯定得跑啊。只有一个队伍进去不用跑，就是双峰队。双峰队干谁都能干。这他妈的，我看看他什么阵容啊？石陀，两个石陀，啊对，两石陀，石陀，一个龙宫，普陀地府。我跟你说，我只能放他队长了，要不你俩队长飘吧。我飘队长了。嗯，古玉还是灵动啊？灵动，灵动，灵动，刷灵动。把我防御了，我日！木匠哥怎么说？你让你师弟跑吧，木匠哥。跑个焦啊，打。不是，我说让对面跑啊，木匠哥。让他跑干嘛呀？你人家都没打，你让人家跑，人家大克你，你那么这算什么呢？木匠哥，你说小师弟，你就干大坛就行了，你就给我干大坛，飘山峰、洞山撞，你攻是没我快的。怎么说？漂亮，中三个，中三个，还行，还可以。小飞，说句实话，这把至少有60分标准，很稳。其实这把，这你大宝干嘛防御啊？嗯，阿比他也瘦了，这狗变换套路。这木匠哥，你这你又抗性了，木匠哥。神经病吧？他在送分路，他在送分路。可以，木匠哥。神经病。真的稳，这一波真地稳。他要凉凉了。但引弓不跟，引弓下去打马。这么说，不过个法系，群秒。死不掉，法师包群的。乱写变身出来就行。这么说，妈、他有毛病吧？这个队，这个队伍，我们把他法器干了吧，这样他就放不了了，先扫了他好了。你不给我加野兽吗？他应该，他是放下的谁啊？那个
放下了斯多林。我也是先加野兽吧。我觉得斯多林自己加野兽，当然自己加野兽就行了，真的。嗯，都自己加。然后你普陀直接上大龙啸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反正我死了。这个反正我们斯多林死了就死了吧。笑了，我打五。他总不能再连过来吧？哎，这马什么有点神经病的，刚才没普陀快，现在他妈普陀加速度啊，还比普陀快。你马出来这百分之30一般是有的。怎么说？嗯，木匠哥他干你了？他没哦，他破血，野出来就行。怎么说？很帅，有点冲动了啊，小伙子。怎么说？这你不能死吧？你没有灵动啊，兄弟，你是个伟哥。木匠哥不用参加这个龙宫啊，我跟你说没有威力的，我给他吃一把，我舔。卷了，他没了。好酷，这感觉他凉凉。我直接把木匠哥开了吧。那你爆开了吧？你开他会被飞死啊！你不那个。佳爱，其实我跟你说啊，很简单，对吧？你给木匠哥顶个大金，普陀给个波兰，我开木匠哥。也行。对吧？我来金青吧，我来金青。那金青他就直接扫，我觉得咱们直接干他队长，怎么说？可以，我卷了。可以。都想破碎感他，没有必要，你就直接扫就行了。你破碎，咱们一会儿等他尸体破。我跟你说，对面会玩呐，他可能会给波兰呐。嗯，哥哥，你解了吗？我包没解了，包防御了，我是。怎么说，兄弟？空了吧？这爆空了？这波真的冷。普陀留一下木匠哥，普陀。木匠又被连了，听说吧，我就知道他一定要飞机的，我直接防御了。500，我不管，神龙摆尾，我操，500神龙神不起来了，凉凉，天，龙卷雨击走你，还可以。威力在的，我卷一把差不多了。你给木匠哥吃一个，木匠防御，然后我给大唐吃一个，把大唐血吃满。怎么说，兄弟们？真的强，我们当场没有被放下过的，真的猛。他龙宫估计也不放了，他要忘了。他肯定已经忘了，他不管了。无魂我是不可能舔的。我要看到你飞出去了。你他妈的怎么看到的？你教一下我。这个满分的倒地还有点威力，你又没点那个有屁的威力，他有点的应该，他没点连环击吗？不可能的，肯定点连环击的，走你，还可以，罗汉的桌有点伟哥，我想应该比他那个侧一位的斯多林快了。我直接出一只非常勇猛的宝宝，你大胆给他个破碎吧，给左边的斯托走你。这时候可以给破碎了，贴不贴无所谓的。怎么我的直播间好有人骂我啊？怎么说骂我的人啊？不顶药，那他应该直接死。怎么老有人骂我？什么情况？是不是？他没你快，要被我吃龙卷风啊！普陀也没你快啊！马马
妈，效果没了。怎么说啊？他死都不死，你再给他一把破碎横空。怎么老骂我？搞什么？很烦恼。我的直播间除了骂我就是卖片的。不听滚蛋，操你妈！能听懂吗？能不能听懂？不听滚蛋，我操你妈！木匠哥在。能不能听懂？跟我装你妈驴蛋呢啊！你算老几？老子就怎么说，我怎么说，我对着你妈的逼怎么说？怎么说啊？以后听到别人说怎么说的时候，就是你妈的逼量在我面前，知道吗？怎么说？能听懂吗？烦了，这次都没蓝呢。跟我唧唧歪歪，我就喷你，怎么说？真的，我是包喷这群狗的，来我直播间唧唧歪歪。怎么了？来我直播间唧唧歪歪？那我包喷呢？那我包喷这群狗的，别跟我唧唧歪歪啊！真的，我是包喷的。要么就在我直播间是吧？看直播，你别说话，是吧？你在我直播间说话，你就说人话，你他妈别跟我唧唧歪歪，我是包喷你的。看他人顶蓝的。真的。感谢榴莲啊！直接把你灭了。我跟你说啊，我只尊重尊重我的人，是吧？我是不会尊重那些喷我的人的。你把地府杀了。我是不会尊重别人喷我的人的。二哥，怎么了？打完这场让他们上了，想出去了是吧？啊，可以可以可以。大周跟老凯叫咱们出去玩去。在哪？啊，在哪？咱先去老凯家吧，咱先找他，他刚睡醒。行行行，可以。正好切下一场，直接让他们顶过行吗？可以，我跟他们说。这样输就让我赢钱了。啊，那个小飞你顶一下吧，今天喊我出去了。行行行，可以可以。木匠哥真的帮忙啊？你直接报，让他们切进去，切进去。我找人接档啊！啊，我找人接档。